Thank you.
卡贝贝呀，早上光，我敢我所以哟，回台湾放下谁了？心只想回台湾，台湾是我们第二个家。谢谢和尚爸爸及 ACC 保有我们的非洲文化。对呀、虽然 ACC 是用佛教力量来教育我们的大家庭，但是很尊重我们在非洲这块土地，而且也可以让我们很骄傲地说出，我们是来自希望自然 ACC 的孩子。